耶稣的大使命。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。十一个门徒赶到加利利，到了耶稣跟约定的山顶，看到耶稣就敬拜伊。总是有个人心内犹原犹疑，耶稣进前对门徒讲：“天顶对所有的官兵拢已经交予我，所以恁就去，予万百姓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，甲因行洗礼。”教导因遵守我吩咐恁的一切，会记得，我要常常甲恁同在，一直到世界落尾。